种花生忘记粒种子。花生种植时低温12摄氏度就可播种。种植花生时一般来说，肥沃的土地要每穴放一粒、两粒、一粒穿插种植，贫瘠的土地可以每穴放三粒种植，肥力一般的土地可以每穴放两粒种植。每株行距也要控制好，应根据土壤的肥力和品种来决定。通常株距是一尺，行距是一尺二左右，不可过密，否则会影响生长。另外，后期出苗时还要及时建苗，最好每穴保留2到3根苗就行。